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饿着的来。今天早上啊，在一个酒店一楼有个签到墙，带健身的去签到。我是第一个签到的，我下去太早了。听说还有礼品，哎，是吧？对，有，你看还有什么礼有品？这边的特产赠送。我下去签到的时候，还一个人都没有呢，我的你天！下去的比较早，是吧？就我一个人签到，我先签的，就是那个。第一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奖品啊？好像没有，大家都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，都是一样的。你还有钱吗？我没事儿啊。那他怎么没给我发这个？两边都是一样的。Hello，Hello，夏天哥到了。夏天哥，欢迎。你昨天晚上你来东门，我来晚上，没赶到晚上。对呀，12点。你办成了，拿去。嗨。好，我下班到了。不是咱俩。好，马上。我的是哪一楼来的？你两个来的。你两个还抽的烟是吧？中那一楼，我的中那一楼。这个你的，满载而归。我们尬试吧，我们尬试，饿死了。我们尬试吧，我们先吃饱了再飞。我们不等陶娟，不等陶娟，乐夫，猫夫，那叫猫夫，我叫乐夫了。我也想回应。第一关就来了。好好。看着我，3、2、1。欢迎陆明老师来我们罗年做客。喝板栗鸡汤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下周安排。好，你们把下周时间留出来。板栗上市的时候就直接搞，现搞。就住这边吃呗。啊？你坐过来，就住过来吃。把我拿过来。那你还不会，路亚都上了。你可以去我们罗亭钓呀，就是我上次钓白鲢的那个地方钓。那是水库是吧？哎，就是个亚人湖里面那个小水库，不太大。上面还有个，上面还有个叫什么山什么？一家圈。一家圈水库。哦，你会给我。上面。那个水库大一点。哎，也可以去那个水库钓哦。下次来罗年，到时候把两个会长一块带着去。上一次我不是到燕儿谷吗？我带了个旧电视过去了，你看到没？哎，买电视，他们说要你修。是你带过去的呀？是我带过去的，放在那个老屋。哦，那是你带过去的，蛮过瘾那个。没有。你要修电视啊？你要修电视啊？我的老板娘就是修家电的。哦。钱江龙虾，世界共享，虾谷之夜。夜里有你。